我现在还剩下什么？怎么离开我？这个家先让我交给你呢。我没有要跟他离婚，没有。也许你知道错了，也许你现在很痛苦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结束已经是你们之间最好的结局，再强求两个人都会很痛苦。你快告诉我嘉欣去哪儿了，我去找他。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就是要逃避你，他在上海没法再待下去了，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所以请你把这当成是你最后为他做的一件事，不要再去找他了，好吗？是你，你来干嘛？姑姑，听说奶奶病了，我来看看她。哎呦，我妈呢，就不用你担心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就别一门心思想着和西医再好了，就算嘉欣不在的话，也轮不到你啊。姑姑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嘉欣不在了，可不可以让我代替她照顾你们？谁是你姑姑啊？你听听你说这话，哎，你凭什么代替嘉欣呀？你想都别想。我倒是可以代替嘉欣赶你走。走，姑姑，你别这样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妈，您快看看这个前女友吧，脸得多大呀，到咱们家来呢，直接说要取代嘉欣。奶奶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，为了追求梦想一直让西医等着我，这段时间我在医院也反省了自己，我只是希望奶奶和姑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算嘉欣没有把小西米生出来，她也照样是王太太。可是昨晚嘉欣告诉我她要走了。嘉欣去哪儿啊？她真的要走。天哪，你跟西医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，我老了管不动了。哎，妈，你真不管了？你别以为嘉欣走了我们就接受你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心里只有嘉欣这一个侄媳妇。你走。姑姑，请您相信我，不管要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对西医的付出，看到我对西医的感情的。姑姑，走。